我们讨论今天的这个点就是关于耶利米跟罗马一书他们之间的区别，关于这个神，这个怎么打的？就是关于这个神的认知的问题啊，就神的认知，关于神的认知的问题是。那么罗马书第一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就是我们认识神，就是我们认识神都是通过罗马书第一章，对吧？这个逻辑看了，我们认识神，我们基本上都认识神是通过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对吧？我们通过神创造了，我们通过外界的一些被创造之物，树啊、花呀、看到很多精确啊，所以说神存在。所以说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明白保罗在这说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思路、思维逻辑弄清楚。保罗说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辩论什么？他要证明什么东西？他要跟犹太人证明什么东西？就是说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问你们的是，保罗用罗马书第一章是为了证明神存在吗？你们去想，就是说全世界，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人啊，没有人相信神存在，所以说保罗用罗马书第一章来证明神存在。你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基督教，我们现在是吧，都是通过这种手段，通过宇宙规律，通过这个创造来证明神存在，我相信有神，对吧？我变成有神论者，我信有神的东西，对吧？证明有神论，对不对？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罗马书作者保罗第一章，他是否是他的第一章的论点、辩论手段，是不是就是为了证明神存在？不是的话是干什么呀？是与不是，那么保罗写这个是干什么呀？上帝的永能是可知道的，通过被创造之物、大海、海洋、陆地、山、动物，可知道神存在。基本上我们现在传福音，你问他神存不存在，或者你回家传福音神存不存在，他都是用这个逻辑来证明神有神，证明有神。那么保罗是不是用这个观点来证明有神这个信仰？是什么？不是什么？如果是是，如果不是，是有什么？不是有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是要证明主耶稣基督的存在吗？不是，罗马书能证明主耶稣基督存在。如果这个时代证明主耶稣存在，那个就看历史就行了。看历史跟证明这个神存在，它又是不一样。证明耶稣存在，那么你要从历史角度、考古学家角度了，有没有这个人存在？我说神存在，神。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有神存在呢？自然而然就知道啊，自然而然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现在变成有神了？变成有神论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大家们都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认识神，对吧？通过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来认识神。但问题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它跟耶利米的角度，
然后呢，人呢不愿意接受耶利米这个教徒，当时有这种矛盾点，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就想，这个保罗的说的话，他们之间是有矛盾，人不愿意接受耶利米的教徒，人是不愿意接受耶利米这个角度来认识神的。因为为什么耶利米是什么角度？先知。他有过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他来认识神的？为什么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角度来认识神？否认，包括会把耶利米这样角度会定为异端邪教。如今认识神的这种手段会定为耶利米这个角度为异端邪教，又是为什么？那这问题都连在一块儿，就是你认识神的方法，你就是你的单一性，就是你的认识神的方法，跟耶利米的角度，跟以前那些彼得他们的角度，它不一样的时候，会被定为异端邪教。只能认可这种方法，因为一旦跳过来的话，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不理解我说的吗？嗯，对吧？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你看，就是这么个点，到底哪里出？他们只能接受这个，他从罗马书上第一章引用了，然后证明神存在，但是他们没法从耶利米的角度来证明神存在。出问题出在哪里？矛盾在哪个地方？缺陷的什么问题？谁对谁错？怎么样去证明？怎么样去推理论点论证？然后他的逻辑思维到底怎么回事？刚才你们讨论了，你们不是说了呢吗？我现在提出了问题了。他就是刚才说的，他们只想要自己雕刻的神，不想要会说话的神。我说我们的问题是证明神存在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证明神存在的问题。你刚才回答的问题跟我们这个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性。我问你证明神存在，因为他们证明神存在的这个方式方法，现在我们基督教，你看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基督教现在我们现在基督教是通过罗马书第一章来认识神了。嗯，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世界上普遍性的这样的人都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环境能够来认识神的大能，但是他们没有从一个特殊性的神迹这个角度去认识神。怎么样能把这个东西给说明白？那么保罗写这个第一章呢，他的目还是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说，如果按我们现在基督教的理解的话，说明什么？保罗认为全世界都是无神论。就说如果按我们现在基督教的这个角度往。保罗认为全世界都是无神论，是吗？是啊，就是那个时代人就是无神论，所以保罗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还是就是我们还是并不是揣摩这个做的角度，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保罗到底辩论什么东西，他证明什么东西。就是说其实没有搞明白这个，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搞明白。就是保罗因为背景语境是什么，如果全无神论啊，保罗用第一章来证明神存在，但是与不是，你先说是与不是，是不是那个时代都是无神论？不是吧，否就是否嘛，对不对？那并不是，都是他人家都是有神论，对吧？人家都是有神论，人家都是有哪个国家都有神了，从埃及不好，希腊也好，对不对？罗马也好，他都是有神论，所以说那个时代所有人不会出现无神论，就是所有人的，他不管是多少亿人，你比如说十亿人，那个时代十亿人，假设十亿人都是有神，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是有神论，那么还需要保罗去证明有神吗？
而是反过来讲，如果每个人都信神存在，需要你证明吗？那么得出什么结论？得出什么结论？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并不是证明有神存在这个论点，他不是证明这个他的论点不是证明有神存在。嗯，就是跟现在基督教各大教派的那个证明方式起冲突，因为罗马书他所表达的东西，他不是说要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我们拿这段经文证明神的存在，就是已经违背了作者本来想表达的意思。对呀、啊，因为在希腊神话故事当中，各种各样神，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希腊人敬拜他们的宙斯啊，对吧？他们的阿波罗呀，这么多神，对不对？然后保罗心很着急，然后就开始说，哎，看到一个神像，没有名字，对不对？那我给这个神起个名字吧，对不对？未知之神嘛，对不对？那这位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创造天地万物之神，对吧？他创造海洋大地。气息万物疆土都是他创造的，他为就是说还是这句话，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作为这样切入点？他切入这个点是意义是什么的何在？他其实跟罗马书的第一章它是一样，他并不是说证明神存在，而是证明什么？每个人既然都有神啊，每个人都有神，你有你的神，他信，每个人都信神，对不对？但是你们信的神是有问题的，你们信的就是说所有人希腊人包括他们神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保罗就开始辩论，保罗同时要跟这个也跟犹太人辩论，你就是说所有人其实对于神其实有概念，只是说这个概念性错误的，概念性是错误的。包括律法的问题在于什么？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话，他当然保罗第二章会引出律法的问题，律法对不对？你不用去出去每天跟人去讲解摸去律法怎么样，因为保罗说什么？人的良知，就是说他不认识耶和华神，人的良知。已经可以判他的罪了，就是说你不用说，哎，这个事不能干，这个事不能干，这个事不能干，偷盗怎么样，对不对？几乎全人类都知道杀人放火是错了，没有问题吧？嗯嫉妒仇恨都是错的，对吧？几乎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用去跟人讲，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就是引用什么，他告诉你什么，全人类其实都知道神存在，只是说人知道，既然知道神存在，只是说不把这个神当神来拜而已。能明白，这是保罗的观点，就是全人类就是十亿人，每一个人每个个体都知道神存在，只是说每一个人都在雕刻自己的神。所以说保罗说，既然大部分都知道神存在，只是说你不把神这个你不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当神拜，然后塑造你的神，然后又跟那个犹太人讲，你也不用出去给人天天讲这个摩西律法，因为人家都有良知，都可以靠这个良知审判他们，引出来了阴性称义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这一个点就是保罗说，而我们这个时代，它是不一样的时代，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十七世纪蒸汽机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了什么？从有神论到无神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一样了，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性它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十七世纪后。对吧？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发明，科技的发展，导致了我们对于神，导致了这个无神论的诞生。到在这个点上，无神论它开始诞生了。它不是说在以前的时候就诞生了，以前每个人都信神，不用你说天上有一神啊，怎么或者不是，每个人都信神，不需要你说，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生在一个无神论国家，然后呢，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科学啊，基本上都是以无神论为主，你知道吧？没有神存在了，对不对？所以说时代是与时代它是不一样的，但保罗在那个时代里面并不是站在一个十七世纪是并不是站在2023年想这事的，你要知道保罗不是站在我们这个时代讲这事的，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基督教而并不看文章摄下文断章取义，不明白保罗意思，然后强行的使用保罗第一章这个论点来证明有神论，我们是强行套用罗马书第一章来证明有神论，证明有神论。所以说后面的矛盾就会逐渐会产生，后面的矛盾就会来了，后面的矛盾肯定逐渐产生了。那么如果现在如今的基督教是以这种方式来证明有神存在的话，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说后面问题会占什么问题吗？后面问题会占什么问题吗？如果我只能看个数，我不知道神存在，我只能通过看后面一个数，神存在了。那你的认知，那你对于神的认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观察一个间接性观察一个东西，你像间接性观察一个东西来推理背后有个东西。就比如说那个杯子上，我很简单一个例子，这个杯子，我知道背后肯定有个设计师，我肯定有个设计师，我是通过什么杯子，对吧？我通过杯子，这是我手段，对吧？如果没有后面设计师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个杯子，对吧？有设计师，所以才会有个杯子。行，我看过这个杯子了，我认识了。他已经把因信称义这个东西跟基督教绑在了一起，一旦切断了以后，他就认为你是异端。所以说你看这个逻辑啊。我认为像我怎么认识神？我看到杯子，后面创造者，我信不信？我从无神论，我从本来，我本来呢，可能以前没有关注这个事儿，这个杯子在这里我没有关注啊，有一天我关注了，后面有个设计师，我开始相信了，那么我的信出来了，我的信，你看没有？现在呢，他把他的信也拿出来了，那么我是不是苦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就开始套吧，我信这个事儿才存在了吗？我信这个事儿才存在了，我信，你看我信这个事儿才存在了。你看我想说这个，我的信就是说，当我用这种手段来证明的时候，当我看到了杯子，我开始相信背后有个，我开始相信背后有个设计师的时候，我这个信就出来了，我这个信啊。我这个方式，我存在的信就出来了。然后呢，基督教又开始套用了。我圣灵重生的，又开始套用了吗？你信不信耶稣啊？既然有神存在，对吧？耶稣是不是神啊？耶稣是神，对吧？信耶稣得永生，信不信？信。那么后面的教义，后面基督教教义，全都是通过这个点给挖出来了，都是通过这个通过无神论到有神论，通过这个无神论到有神论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证明他的因信称义，问题又来了，就是说这个矛盾点的问题在于什么？你这样确实，你看你确实可以通过这个杯子来证明背后有个设计者，对不对？万一哪一天你碰见有一个人，他跟那个设计师关系很好，他在讲那个人什么？他可以跟那个设计师的聊天。他说他信这个设计师，他每天跟设计师一起来创造这个杯子，讨论这个杯子的造型是什么，这个杯子怎么样制造，花纹是什么，你会怎么想？能不能理解？有一天你遇见一个人，他说是这个杯子是他跟这个设计师一块儿创造了，一块儿造这个杯子，然后呢，他说这个花纹怎么造，怎么造了，怎么回事？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两个，你是通过一个杯子来判断背后一个人设计的，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跟那个设计师一起来创造，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创造，你能接受？你能接受吗？像耶利米教父。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使徒先知？人不愿意否认使徒先知，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今天要删减使徒和先知？因为他说的东西吧，像个神话。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什么通过间接性推理出来了。你说的东西都是什么？你说是直接推理，你说你直接面对面了，对吧？是吧？你是一个直接，他是属于间接的。你证明神存在，就是说什么呀？你跟他面对面说话，见面了，然后你还跟他有很多的参与性活动、使命、任务，参与性很强。你说他存在，跟人家证明存在是不一样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西游记》一样，你看到有经书了，你觉得啊，你看到今天的一些经书，你说哎，以前有个西，以前有以前这个孙悟空跟唐三藏他们西天取经了，但你说你是孙悟空，我参与这个活动了，我是见证具有八十一难，怎么打这个妖魔鬼怪？问题点，突破不了的东西，这是突破不了的东西。你看看的矛，这个矛盾点。他会不会接受？就是说，他的推理背后有个设计师，他会不会接受？你还参与活动，你还参与跟实际上面对面有真实性的东西，然后那个设计师告诉你啊，这个杯怎么制作啊，要收多模，怎么画本怎么打造，怎么写，然后我认识他，他们之间有什么做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你这个信也是信，人家的信也是信。你说你证明这个神存在，你也有你间接证明出来了。人家说，人家也证明了，人家也证明了，你也证明了。但问题是什么？你能接受人家的证明吗？接受人家证明会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就两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接受人家的证明吗？接受人家证明会意味着什么？你怎么能从这个点跳过来，跳上去，跳到耶利米角度？就是说，是否能接受人家的证明？接受人家证明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是对，这个是为什么说今天基督教跳不过来的原因。你如果你把这个搞明白，你就知道他真的跳不过来了。这是两个核心，非常核心的问题。以前你有没有答案？想不到。他们是否能接受他们？接受他们意味着什么？就好，举个例子，如果我接受孙悟空真实存在的话，意味着什么？我跟我以前看了《西游记》，看了故事。啊，有唐三藏取经的事啊，有这么一回事啊，我相信有这么回事吧，对不对？我相信有西天取经这回事，有唐三藏。如果今天有孙悟空，如果今天有个真正孙悟空出现的话，意味着什么？会去跟随他。意味着什么？你想就想到这个意味着什么？你搞不清楚这，你如果你想不通这个问题的话，你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跳不过来，死也跳不过来，死也过不来。意味着他过往所相信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对。我刚开始想的是，可能不会那么简单。17世纪到21世纪啊，就说白了，这400年，500年也好，就是说他们所创造的所有理论，他们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东西，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啊，所追求的东西，都是空，都是什么，都是骗人的，都是空白了。什么是真实的？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要现在干学什么？学仙术，学筋斗云，学72变，学妖魔打怪。
能不能理解？你知道什么？如果他们知，他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为什么人家的过分，你要想人家脑子里想什么事儿，意味什么，就是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所看到的东西啊，都是骗人的，都是被欺骗，活在一种骗，就是说都活在一种骗局当中，都是骗人的东西。只有孙悟空西天取经，妖魔打怪，三打白骨精，一个跟头上八千里，对吧，穿墙术，这才是实事，这才是实的，这人神话时代它是真实的，你这是虚的。不好意思，你追求的，人家赚钱不赚钱的，你追求都是虚的，人家都追求长生不老，这是吃的，你就是虚的了。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像你谁都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现在拼命赚钱，上做那个花了多少钱，又受了那么多教育，你发现十八年，从小时候从一岁到五十岁吧，他都是上工，谁愿意接受？谁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什么都是假的，宗教是假的。你说，我们所谓的科学，当然科学不代表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说在于什么？你就是你的人生目标性，就是你的人生目标、你的规划、你的思维逻辑、你的认知，包括你的宗教。不好意思，全假了。你一旦跳过来的话，全假了。孙悟空是真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假了。使徒、先知、神话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以利亚，摩西时代那些他们所经历的云柱、火柱、天上降玛拿、大海分开，都是真的，这都是真，这都是真实的，这都是真实。什么？我们能跟神客观性的互动是真的。今天比如说疫情，我走了啊，跟头走了，上八千里走了，这是真的。我们开着车就是比较飘。所以说如果你们你为什么他们一直持守这个点，就是他们就是不愿就是无法过的，他们就不愿意过，不愿意接受使徒先知，不愿意接受那个圣经里面是真实客观的故事，我们也是活在里面的人，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说他们的引信冲义也好，他们所有的教义后面的根都从这里走的。神存在啊，就是我用罗马书第一章证明神存在了，对吧？上帝永能是人每个人都可知的嘛。我看一棵树我就知道神存在了，可以 OK 了 over 了。我该忙活什么我该赚钱，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期待我干什么？那反过来想，你还期待我干什么？你还期待 我上就魔法学院去扫吧？你还期待我今天还有这个对这个火术遁术？你那么期待我干什么呀？你还期待我干什么？好好赚钱，你还期待我干什么？那么你期待我干什么呀？你期待我去斩妖除魔？你期待我去打哈米泽顿？你期待我指王者归来神话王？你期待所有的我们看了这个奇幻片，对不对啊？都是真的。你期待什么？意味着，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你的事实？你知道意味着说，我接受你的事实，我会意味着什么？我要后面马上面临什么事实？你知道吗？面临这个时代，又变成神话时代。其实没有人相信的，所以说这才是什么？可是他们只是说把这个神用一种间接方式证明神存在了，他们就已经停止结束了，你知道吗？已经停止了，不会跟你说你还要跟神互动一下，跟就今天跟神交流，今天该干什么事儿，对吧？做个任务什么东西，对吧？做个任务，对吧？攻打迦南，还做个任务，所以说他们很喜欢用什么？时代改变了，时代改变了，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时代？我们只要证明，我们只要用间接的方式来证明神存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可以了，你还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样？不过就不过日子了，不好好生活了，不挣钱了，不养孩子了，对吧？教育怎么办？对吧？现实回来了，又回到这个真实的现实生活。所以说，这是说他们认为的现实生活。所以说，你想把它给转化过来，你想转化过来跟那个旧约时代、使徒时代一样，那是不可能。使徒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
看看就行了，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神存在了，你还怎么样，都隐隐创业了，都生龙重生了，对吧？四十亿基督徒坐等上天国，对吧？四十亿基督徒都坐等上天国，那不就那么回事吗？你还怎么样？是不是你没想是不是那种逻辑？嗯。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说一定要聊天，你要你可以跟任何人聊天，对吧？证明神存在的问题，他们就永远就在这个点，永远都是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这个角度上讲，看你看观察世界万物，你知道神存在，存在了吗？那么我存在了，我隐隐创业了吗？我信不信？你说我信不信这个事儿？我肯定信，对吧？所以说他们的教义的支撑点就在于无神论到有神论，信这个信字，从无神到有神论的信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没有相信是从胡子变啊，我相信什么？有神存在呀、啊，我也相信耶稣是神啊，我也相信信耶稣得永生啊，我都信。你说我哪都不信？但是呢，就不要活灵活现了，因为一旦耶利米这个电影活灵活现的话，一旦以利亚的故事、摩西故事活灵活现的话，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所有做的都是浪费时间。意味着什么？保罗和巴拿巴所做的事情，这些东西，人生活着就是干点事儿的，这人生活着就是为了干什么？见过。人生活着就是个意义，没别的事儿。你的所有的目标、人生目标、规划所有东西，除了这个事之外，其他事都是虚空的虚空。意味着什么？就好像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像魔法学院一样，在这个世界很独特的一个什么真实有效的魔法学院，还真是有效给你，还真的是相触摸，还真的给你干真事儿。但是你要去想，世界上有多少人去愿意接受魔法学院是真实存在的？多少人接受？就是说，跟保罗的思维逻辑、巴拿巴、先是希腊他们所经历都是一样的事，天使经常跟你互动、出现、显现。大力震动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像斯蒂凡，像经历的神迹，包括，这个飞地啊，瞬间移动，对吧？这些事儿，就那么这些事就变成真事了。那我们每天与神同在，频率越高，那我们就开始有种神通，然后呢，开始为神做见证。这人生规划变成事了。你问题是谁愿意接受这是事实啊？谁愿意接受这是现实世界啊？所以你知道不会过来，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是多难。你的根儿都错了，就是你信神这个思维逻辑，你这个线，你这个线儿都已经出问题了。你后面的教义全都是出问题了，因为你否认了什么？你否认直接认识神的这种互动性的东西，它只停留在一种什么间接推理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说不知道信神有什么意思，他们聚会有什么意义，聚在一起有什么意义，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出不来就会没意思，这么原因。因为你就你的任务完成了，你知道吧？你的任务已经证明神存在了，间接性证明神存在了，任务完成了，目前干什么呀？你还期待什么？那么这如果走这条线的话，它的完成点，它的完成点就在于什么？你有成功，你有从无神论走到有神论了，你有结束了，就是你的人生你有结束了，你那么你还干什么？你还要降妖除魔？你还要去降妖除魔？你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说你教会，你说牧师也好，或下面信徒也好，有几个是去降妖除魔的？都会教你吗？然后跟哈利波特一样，魔法学院天天让你干这个事儿，你想就行了。都会接受吗？都会接受这个世界是这样世界吗？对不对？都会接受这个世界是个这个神话王时代吗？对吧？有魔界、天界、人界、三界。对吧？都会接受吗？所以说，你知道，跳很难跳出来了，也几乎跳不出来。
因为撒旦魔鬼你知道记住什么，他不是傻逼，路西法他不是傻子，他布的局，他以他的这种思，就是路西法他布的局给我们这个植入思想，怎么样去混乱，怎么样混乱你大脑，怎么让你走不出来，人家很聪明很，我跟你讲，那路西法不傻，坠落天使的智商很高，他们智商很高的，如果你看不出，就是说，所以说你看不出人家的战略手段的话，不去分析，不去细节分析这事儿，哎，他几大新闻，他们这样给哪个保罗也没这样说话，包括时代的分析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魔鬼下了一盘大棋，你知道吧？他就是下了盘什么棋，然后创造一个世界，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在里面，三观，我们的思想全，我们的思想三观全在里面，谁也出不来。出不来的世界，你出不来，你就在里面走，你怎么出来？你认为世界就是什么世界？他让你看到了，是让你想看到的。他让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让你想看到的东西，就这么回事啊。好好生活，好好上学，对吧？好好挣钱，以后养孩子、结婚，一代一代又一代。然后呢，你不能说你不信耶稣吧？你信不信？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你也信啊？你也可以啊，对吧？然后再你不去，你生活该生活，该干你的事，该干你的事，然后呢，信仰呢，也什么，也有这个虚化性的迷惑你啊，你也有信仰了，那两个给你告诉你，你都有了，你还怕什么？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要在启示录里面要杀两个见证人？你想的为什么想？那为什么要杀两个见证人？为什么全世界都欢呼？你想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就他是站于耶利米角度的嘴了。那两个见证人，他为什么说一祷告火焰从天而降，一祷告就开始攻击人类？你知道吧？人家是站在一个魔法系的那种魔法角度来给你这个事儿，全世界人都懵了，你知道吗？蒙圈了，就懵了。你比如说前以前的超自然不到超自然能力一出去，砰一下子那楼炸了，你试试。你会怎么想？外星人，是不是外星人？其实就是说没法，就是没法相信，就是这个，就是说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没法相信。我到底是你在哪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一前说啊，这飞走了，呜，跑也飞走了，对不对？你试试，对不对？你这样的世界的话，去那就我跟你讲，都反应不过来了，都很难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这时代你能反应，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接受一个没有，你根本就不会接受一个从小的观念植入里面的一个观念，你从里面走出来，对不对？你咱反过来想，你小时候想过孙悟空是真的，你有没有可能像孙悟空是真的？然后呢，我也跟他学七十二变，我也可以学筋斗云，你想过吗？可能吗？我们看《西游记》都真实了。天庭也真实了，蟠桃也真实了，明白吧？所以说我们是，所以说你又明白，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上看圣经，明白吧？我们都证明神存在了，我们看圣经嘛，也就是说看故事，看跟看西游记很类似的东西。你看西游记也好，看圣经也好，他们看的都是故事神，我们可以定为什么一个作品？它是一个作品，是个神话故事小说，它是一个作品。圣经呢，对于基督教而言，它是一个名著，它是一个作品，跟看《西游记》一样，它只是个名著，但你绝对不会去妖魔打怪，你绝对不会去降妖除魔什么玩意儿，你绝对不会去了，就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去了？他脑子不正常的人，才会把这事儿信真了。你想想是不是？你肯定认为这脑子不正常，是脑子不正常，异端邪教，他脑子有问题，因为你的先入为主在这里，对吧？全是人类现在对于宗教的理解，他都是什么，对吧？就这么回事吧，对不对？有神存在啊，你咱两个之间，我是作为一个无神论，你都是有神论，你或者你信耶稣，咱两个之间什么区别？在于什么？你相信神有存在，对不对？我不相信，对不对？如果你再做，你还做出跟神说话的时候，你这个人就精神不正常，你是一般邪教，对吧？我能接受什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不信的人，我可以接受什么？咱两个之间的区别在于你信神存在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说你还跟谁说话？你这个人脑子肯定有问题。
你像这个语境一样，你比如说你跟那个朋友，你说我是基督教了，然后觉得哎挺神圣的，对，我经常在聚会啊，然后先唱赞美诗啊，行善积德，对不对？做好事，好事，好事。但哪一天你说我昨天晚上跟神说话，交流了三十分钟，那你试试，对吧？你说这俩有什么区别？我说我上教会里面聚会唱赞美诗，跟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上帝说了三十分钟话，互动三十分钟，你说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你随便抓个人问问。随便抓一份，你就大数据分析嘛，我们可以做个这个调查，1000个人调查。你就说，如果我说我上教会不是聚会，听我赞美，听他唱赞美歌，你怎么看待我？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上帝交流了三十分钟，对吧？互动了三十分钟，你怎么看待我？你问对吧？你可以做个大数据调查嘛，对不对？他就你疯了，你知道吧？也是你脑子正常，你知道吧？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先入为主，就是这个全人类。全人类80亿人对于宗教，就对于这个信仰先入为主，80亿人类都走这个路线，都走这个路线，你知道吧？这都已经先入为主了，就是我们信神，只能就是必须停留在什么基础上？我可以推论出神存在，可以了。但你给我讲这个事的话，你这肯定是一般邪教，肯定不正常，对吧？大的环境可能被控制住了，就是说陆续把这个局面，然后把世界给铺开了，所有人都出不来，不管是无神论的人出不来，有神论的人也出不来，那大局在那里，那你出了你怎么出这事儿？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难度，你知道你现在知道我们传福音难度有多么，因为人家都先入为主了。人家都已经有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对于信仰的看法，不管是无神论啊，无神论也不会像你可以说这些神话这些东西，人家也觉得你脑子不正常，你脑子确实有问题了，精神病患者。你跟基督教教徒讲个事儿，他也觉得你脑子不正常。但是你发现没有，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他都觉得你脑子不正常。发没发现这个逻辑这个矛盾点？你可以普遍的人讲你信神可以，但你别说了，对吧？那种很就是说这个很细节、很深、互动性、落地性的东西，你别给他讲。你比如哪天，比如说上帝啊，让我把这个我从墙穿过去了，你就讲这个事儿，你看人家怎么看待你？你说他会怎么看待你？然后烟雨会跟在那班级群里边，以前的班级群里发上，昨天晚上我穿墙了，你看怎么搞？我信神，我信耶稣，昨天晚上我穿墙了，你看班级里边发的是不是？如果你这样吧，行吗？怎么？我现在开信耶稣了，我现在教我们聚会了，开始唱赞美诗，我现在感觉很好，你这样发，人家觉得很正常，对。六七八，我昨天神借着我给大伯教了，教了一个神器，我穿墙了。所以有人以后的地方就把你拉黑了。他不会觉得好奇吗？就是很感兴趣的。我感兴趣，你试试，要不然你今天发试试。可以看看你怎么。他唯一一个理你的，可能就是看傻子的那种角度。啊。他觉得你是傻子，然后引导你说，就看笑话那种心态。要不然你试试？我觉得我相信你说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你疯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别人跟我说，我会很好奇。嗯，我也看别人怎么穿的。是不是这样的，李谦啊？你跟你朋友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现在都知道聚会了，唱赞美诗，他们觉得我还好，还挺正常的。你说你信耶稣了，现在开始给他修法术，呵呵，各种各样的这神通在你身上，千里眼是波尔，我千里之外都看，你看一看。你看，那不人家会怎么对待你？人家把我都直接删了，以后别联系了，以后就不要联系了，以后，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为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儿，你说那反过来想，
你这为什么说非地像衰移动？你说那个时代，石头时代也好，旧约时代也好，他们认为什么？嗯，这是上帝与你同在的凭据，很正常。他们视为这是正常。嗯，说明什么？你在我们之间与众不一样。为什么尼格迪姆说了，若是上帝不与你同在，你这些神迹你都行不出来。人家思维逻辑这么想。你比如说我让个杯子，我说飞起来，我说奉耶稣名飞起来啊，飞起来，对不对？然后就落地了。不管是从旧约时代也好，到可能到十七世纪也好，就是说他们认为什么，你肯定与神关系很好，所以说你有这个权柄和你能命令什么东西起来，你知道吧？你肯定有神通，你知道吧？你有权柄，有你可以命令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事儿吧，要不然是魔术，要不然你说真事，没有人相信真事，没有人会站在一个什么上帝与你同在的立场上去想这个事儿，他们更多像个魔术啊，对吧？怎么怎么回事？这个是什么？这个用大局有用了。八世纪人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观，我们的三观，我们世界观就用定了，就定了型了。你想从三观里面出来，你想多难行了？多难三观出来？你把看见一个世界否认了，你现在把你以前看见世界所认知那些知识全否认了，现在开始相信另外一种事情，那是极其难度很大的，很大的跳跃了。所以说，这都关系到什么认识神啊，对吧？以后我们传福音，它其实我们挑战性都有那么大挑战。它并不是说你是单纯跟人家说一个什么神存在，证明神存在的事儿，因为我们并不是证明神存在。我们其实说白了就改变他三观，我们让他相信什么神话时代是个真实世界，神话世界你看到指环王是真实的，你看到西游记是真实的，降妖除魔是真实的，保罗跟巴拿巴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伊利亚做的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实事，我们去做。难度，这个就是我上午跟你说这个题目啊，就关于耶利米这个角度跟这个普遍人的这个现代基督教角度，他们之间有什么的区别？耶利米角度就跟孙悟空角度是一样的。耶利米角度是跟孙悟空角度是一样的，他是在这里面的，可以直接跟神互动的，来说神存在，跟我们现在的鉴定推理，跟说神存在，思维逻辑上、三观上、认识上、落地性、生活上，他都是一个天与地之间的区别，天与地。说白了，我们就没有，人家就有，这是有和没有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挑战，对于全世界传福音的挑战，对于基督教给他们去归正的这个挑战是多么多么大。刚才你们想不想到刚刚这一点？想的都很肤浅。你们看完这个画面的话，你们有什么感受？他为什么有时候挺悲观？就在这悲观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包括张姊妹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就觉得信誓旦旦，所有人都信了，就使徒先知怎么怎么样？你要知道你想信。你像信使徒先知，像信耶利米这真实存在，就说你看到孙悟空，就说渣子妹就跟别人怎么讲，我看到孙悟空了，真实存在啊，这么个难度。人家本来所有人都看西游记，看个故事，他翻个小说故事，人家已经定义为什么？这是小说故事，这是小说，人家就定义了这是个小说故事，对吧？你然后呢，渣子妹过去说我看孙悟空了，就给别人这么感受，
我看见使徒先生了，我看见使徒先生了，我看见了孙悟空存在了。人家已经心里想这是个小说故事了，你不，然后你说你见了孙悟空了，你说人家会不会很反感？因为张姊妹是站在什么角度上讲，她是站在一个什么，她没有把这个定为小说，你知道吧？她阅读圣经了，她并不是说以小说的思想去阅读，她是以真事去做阅读。说她说看见跟人家她说不一样，人家看是故事，你非要说是真事，你说这两个人都不在一个点上，你知道吧？你传播的东西，你传谁信啊？肯定所有人都攻击你，就是觉得你脑子有问题。进一端邪教了，肯定是一端邪教，对不对？你们想是不是？你们想就行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对吧？青蛙王子看过吧？青蛙王子，对吧？我们看到故事的时候都是童话故事，对不对？啊，那就哪一天你说以前变青蛙了，说青蛙变以前了。你跟别人讲，四处跟别人讲，你相信我说话，我真的看七八遍以前了。你跟别人讲，你讲吧。你看谁？你看那个，你给一万个人说这事儿，你看有多少人能相信可能性？就是七八遍以前的事啊，那边一万个人讲，有多少人觉得有可能性？就有可能性行，觉得可能不会，可能会，就是把那会的人找出来，一万个人找。你找呗，那就要不然就试验线。今天我们做任务，我在看到一个人变，我在看一个青蛙变王子嘛。那就说一个人去想，看多少人相信，可能就不说一定有相信这话，可能性就是可能性。你就知道了，你跟别人说有使徒先知的事儿，可能性有使徒先知真实存在了，孙悟空真实存在了，可能性跟人讲的事儿，可能性人家会不相信的事儿。它都一样道理，谁信啊？如果你要知道，如果真的有青蛙变王子，青蛙变成人的话，那这个世界啊，就是翻天覆地改变，你知道，科学界啊，所有的这个界，全都倒塌，什么进化不进化论，对不对？都倒塌了，因为我这个事情好像解决不了，未解之谜，就变成了未解之谜，就变成。你们想是不是？你们想想，就好像我再举个例子行了，就那个先知巴兰，对吧？那个驴子不说话的事儿，你说我刚干个猫不说话，说了一句我要回家，你跟别人讲，开始有多少人不相信这事儿？刚说一句我要回家，说完中文还大家会说英文 ，I want to go home， 你跟别人讲，这个猫刚说句中文又说句英文，你给多少人不相信？这是事实吗？就是可能性，就是说你是想的可能性这个事，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虽然用了这个现在生活上的例子，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发生过的，对吧？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读这个驴子说话，其实我们信吗？我们真的信吗？我们真的信的话，我跟别人讲说，刚才我看什么，又说中文说英文，那你就说什么？哎，不是圣经里面发生过吗？肯定会有。你能不能懂我这逻辑？为什么我们现在基督徒看圣经？根本就看着玩，你知道，就看着玩，他不会去相信真事。如果他相信真事的话，我刚才分享那个猫会说话，你相信？哎，以前不是这个驴子也说话吗？那猫说话很正常，很正常。说什么？你看这个思维逻辑。比如说现在疫情，直接一下子瞬移动，去到美国，在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照个照片。对不对？我们想，哎，很正常，菲利不也去过吗？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分享这些事儿，我们在现在过程当中，我们听起来很正常的话，说明你对于圣经也是相信的。如果你反过来讲，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说什么都不信，说看天使你也不信，说听到这个事儿你都不信，说明什么？你对圣经也都不信。你别说你信，其实你不信，你是自我欺骗，你是读小说而已。他其实是不是真正相信这些东西真实存在的，他只是说读着，你说信耶稣得有什么，你说我不信也不行啊，我现在已经就是基督教了，明白吧？很多一些思维逻辑，他们所思想的东西，他们大脑认知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都不真实存在了。
所以说你都你像你站在你站在一个不信的角度上，你读圣经，你能读明白圣经，那可能吗？那反而解答经文一样，他为什么经文解答不出来？我们现在经文解答，到教堂里面，你发现没有？他总是讲的什么事儿，实际上是，翻来覆去，对吧？生活不行啊，工作呀，婚姻啊，这里不行啊，赶快祷告神啊，对吧？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啊。就会讲，是也就讲这些事情，是都与圣经里面的事情了。不会说那个牧师哪天瞬间移动飞走了，怎么样？哎呀，神借了他借了他，写过什么事情，不会存在了。不会存在了。那你听过吗？牧师飞走了，没有。对对对。他们最多会说是祷告什么病好了。嗯。因为这个是最迷惑人的东西。他为了让信徒把来信这点东西，然后一说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咱不能说祷告神，因为为什么他会形成这个市场，是因为什么人有疾病了需要找耶稣。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所以说牧师不得不说什么信耶稣病得医治啊，不得不说，但是得不得医治先别管，但人家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佳敏对吧，感冒发烧了，你是不是要寻找耶稣啊？对吧？我你也不用管我有没有能力医治你，但是我必须要满足你的需求，我先说说奉耶稣的名字赶快好，先满足你的需求嘛，对不对？那么你还要信啊，对不对？我这个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市场上的一个需要的东西，如果因为所以说他们必须要说这些话，如果他不说这些话的话，好像耶稣也连感冒都不医治我，那我连耶稣不信是吧？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是吗？就是人对于这个信仰他是有一定需求的，对不对？他信他想要进入你基督教里面，你不需要给我点东西吧？你给我祝福吧。对吧？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吧，我来这里，对吧？你不用说别人，你不用说你让我飞起来，我也不想听，因为我不想相信那个事儿，我就相信什么你能满足我一定的需求，我来这里。所以说，牧师必须要承诺一些东西，承诺的东西呢，有没有无所谓，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牧师也知道，下面信徒也知道，有没有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去做，对吧？原因什么？希望的好吧，希望行，对不对？你想是不是这样？我是站在一个希望的好吧，看到没有？这实际上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这些问题，它都是个时代很悲观，然后很难解决的问题，很悲观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让一个人想进入这个信仰里面，这个难这个程度是多么难。都现在不用谈执行力啊，现在还没到达那种什么说执行上一个任务的时候，他到不了，就是走第一步，现在已经比冬天还难了。就是说，你能从你的思维逻辑说，你能让一个人从这个思维逻辑跳过来，已经是什么挑战，你知道吗？就是本来呢，看小说、看《西游记》，然后就开始相信真的有孙悟空存在了。下一步我们再谈论什么孙悟空西天取经执行力，对不对？那个就天竺女生那个难度更难，对不对？你就知道去往天国的人数，你说少啊，就是说就不知道怎么样用形容少了。你说难吗？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个难度是多么难。我们的时代，从三观里面跳出来，洗刷你的三观，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再加上后面你相信了你哦，我们对，你说孙悟空是真实存在，我相信了。现在开始执行的时候，西天取经，巨无霸是难，你能去吗？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你能去吗？你能执行吗？你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
为了这个建国大业啊，献上自己吗？努力吗？拼搏吗？就参加竞争吗？嗯，这个难度，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今年2023年开启话题。建国大业就是以业里面角度去走。2023年这是今年话题，这2021年、2022年啊，2021、2022基本上就是说以这个转化嘛，就花了很长时间才转化的东西。我们今年讲的基本上就是。他就是把你发现没有？今年讲到跟我们以前现在以前的听的就不一样。以前干什么就转化，怎么样，不就是不断积累信息，积累信息，让帮助你什么帮助你怎么能从这个世界里面、公安里面证明是存在，走入一个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神合作同在的路，是同在角度，同在，对吧？从正面的角度到同在角度，他然后思维逻辑转化，花很长时间的建立，然后呢，人才会有天国心，什么建国大业，然后今年想怎么样去操作，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内容，执行什么任务，所以说天路历程那阶段，你现在是不是也就明白每个阶段的难度。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白了，就是说你要有个起点，这是我们现在第一个难度。就是任何人来到我们教会也是一样道理，他为什么谷歌他出不来，但就不是很多人出不来的问题，那就这个东西你说那孙悟空存在了这事儿，然后说张姊妹可以给她丈夫说，说这个基督教给事的，但你说了很多这些事情的话，他无法接受了，他刷抖音都假了，刷抖音都是假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办法直面自己的罪，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他来说是很根本的。那无法直面他自己的罪，嗯，那是另外一个人性上的事情，但你刚说这个问题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个性格上的人性上的问题。但是你说不敢直面自己的罪，不走天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共同原因他还是不够害怕。你说直面自己的罪，那么圣经里面有罪人多去了，罪就是罪大恶极人也多去了。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不够害怕。也就是说不够把这东西信真了，对于天国他是没有盼望的，对于地狱他不害怕，他害怕了我跟你讲，他怕他跪地跪求饶了的。这个度数，我说他的度数不够，他为什么度数不够，是因为在这些转化的点都没有。业余怎么想？什么怎么想？就是你以前的这个这样的信仰，刚刚我说了那个点。以前确实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信了之后，就是你说的，就是很贴合实际，就觉得我什么也不用做了，然后我就去读读圣经就可以。然后你说，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但我是能够转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你刚刚来的时候也是站在一个存在不存在或信的事，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如果我们说你真的相信的话，你肯定也是开始降妖除魔，具有八十一难，你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降妖除魔，
9981难，你的思维逻辑转的速度很快。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他都是以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我们教会很那个了。以前你觉得呢？嗯，太难了。嗯，路西法真的很聪明，真的太聪明了。嗯，有多少人要真的像你说的，有谁会相信一个青蛙会变成一个人？多大挑战？所以说，为什么说上帝其实很怜悯我这些小群人？为什么？因为你也刚才说了，有多少人愿意相信青蛙能变成人？但是我们这一批人呢？我们这一批人啊，除了这个，除了慕道有可能一些不相信之外呢，我们最起码能从这里转换过来了。佳敏相信吗？嗯。所以说，对，相信人是有福的，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转换过来的话，你后面的道路，你后面的思维逻辑，它有这个思维逻辑了。你后面思维逻辑不是走这条线，是走那条线了。你想怎么去装备自己？怎么想？你想办法怎么样与神同在？你想办法？你想进入什么样的角色？扮演角色？怎么样去建功大业？你开始想办法，就不你以后的日子就不会浑浑噩噩，没有目标性了，因为这个世界也改变了嘛，对不对？对。天朝变真实了，官品也是变真实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都变成真实了，我们所相信、我们所看到的都变成虚化了。就变成虚化了。当你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所发生任何事情，其实都对你是无所谓了。为什么你以前看懂的世界，是因为你活在这世界里面？为什么你现在不看懂的世界上发生事情，好像都对我来说，只要不影响我建功大业，只要不影响我封神榜，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的目标很清楚，以后进入新天地里面，我以后当什么官也好，买什么房子也好，以后去到什么哪个区域也好，很清楚，思维是很清楚的。我在天国里面居住哪个地方，因为我太实，就是如果你走这条路线的话，太实体化，你知道吗？东西太落地太实体化了，你东西想的都很清楚。我以后，我现在虽然实际上没有房子怎么样，我都怎么样，都无所谓，你知道吧？我现在死了也无所谓，现在在外面居住也无所谓，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只要不影响我这个线的发展，其他东西都是无所谓的。你影不影响我，你害不害我，把我杀了也无所谓，只要不要动摇我这根线。只要我能去往天国，只要我能来天国买房子，有我的地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不下地狱，什么都无所谓。所以说，什么都放得开，放得下，心打得很开。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什么？你看待什么事情重与，这就是重与轻，这就是重。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什么是最轻的？重与轻的问题。你想被捆绑很难，你因为当你只能，如果当你被建国大业、天官，对吧？财富、荣耀、地位所捆绑的时候，天界被捆绑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世界所捆绑。你被天界的东西被捆绑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世界所捆绑。如果你被世界所捆绑，那说明你上面的东西其实很虚、很飘，或者没有很飘或虚。昨天我发那个生这个，就是昨天我发那个排名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排名吗？其中一个参考标准，其中我分享一个其中的参考标准，就在内化里面的一些内化里面，就是说深入骨髓的东西。这
这个并不是说单独你说李弟兄说话怎么怎么样，说话不好，但是人家深入骨髓的东西，三十年那些东西，你不是说你想超越了，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深入就是说，我说的是深入骨髓的东西啊，深入骨髓里面的东西，潜移默化的东西，不是你不是说你的理解能力、你的学习能力很强，你就有这东西，这个是靠时间累积，一年一年。就是每个月每一年他都有个他对于人生他都有反思，你知道吧，对于信仰的一个反思，拿对于信仰拿捏住，还有什么对于上面的东西清晰度，他虽然在这个学习能力上能说话能力上比较弱，但这些板块的建立，他已经存在了，你知道吧，你想建立一些板块，你想建立一些潜移默化成为你自己的东西，都是花时间了。他是要花时间的，不是说你能理解，我说完话你理解了啊，你说话我能听懂啊，那么为什么你不去按照这个方向走啊？你很难去这样操作，为什么？那你放下了世界，你很难放，为什么？因为潜移默化的东西里面的大数据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大数据，你发现没有？排名比较往前的人呢，他们的学习时间长短度，他们都是十年、十五年、三十年。我们就是这群人啊，就是说，都不是说是初信徒啊。我刚来了解基督教，也都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要不然就是15年、20年、30年，要不然就是什么，在教会里服侍，你知道吧？就说圣经不管怎么样，就坐在那听，这最起码也语言东西都进去了，你知道吧？如果他们悟性越来越好的话，他们会走得很快，因为根拖着他们，你知道吗？是根基拖着他们走。就为特别的家里，对吧？你现在正在学习当中，但里面还有潜移默化，有很深的东西。不是说你的学习能力强也好，弱也好，但是不是一天能塑造起来的，对吧？能够理解？嗯，对吧？信仰它是被打造起来的，信仰是被造起来的。你看李弟兄也好，何克也好，他都是在这里学三年时间的，在没有来之前，像何克他们都有十多年的这个牧会经历，读圣经都很熟了，你让他合课，你看韩叔，你别看他说话，沉默寡言也好，就是说他能力是很弱，但是人家说哪剩哪个地方哪个点哪个地方，他都能给你说出来，很熟，相对而言很熟悉的，他不就是他并不是读一遍的事，而是说十多年的累积，你知道吧？年数累积量，你知道，人家都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呀？有没有想分享？我们接下去就结束了。有没有？没有。好。